正在进行刺杀训练的是第72集团军即将前往部队任职的300多名新排长。作为任职前的重要一刻，新排长们很快由现场观摩转入了实战操作。首次接触刺杀训练，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先辈们骁勇善战的英雄本色和无畏生死的拼刺刀精神。作为一名新排长，自身血性足，才能带出有胆气嗷嗷叫的兵。刺杀训练中，想要一招制敌，必须在握枪、出枪、路线、拔刺做到时、快、准、狠。开始。为进一步提升训练质效，官兵们还将智能评分系统引入刺杀训练全过程。刺中对方后，系统会根据所刺部位、杀伤程度等数据形成综合评分。我们在集训中开展刺杀训练，就是要在新毕业军官任职之初浇筑血性胆气，培育刺刀见红、敢打必胜的尚武作风，培养有血性、有胆识的一线带兵人。